开头知知声先啊，啱啱啊 ，E A 大家都知噶啦，啊啲游戏麻鬼烦啊，而家声音画面咧，大家测试下先啊，信唔信啊？啊，唔同咗咩把声而家咯，最中意边个国家？我啊，即系你讲真实嘅国家，最中意啊！我最中意中东嗰啲喎，老实讲，我中意也门喎。如果你要我讲啊，最中意，估唔到啊！睇睇啦，哎呀，重返战地，我睇睇先啊，等我手榴弹入屋啊！喂啊，喂大佬啊，射紧佢嘅，谂住抢旗，喂救翻我先啊！哎呀，阴公啊，啱啱啊，谂住把一把旗，我识啦啊，一开枪啲掣咧啊，对面啊啊！可能啊，等级又高过我，有坦克啊，系高达驾驶员又嚟啦啊，嚟啦嚟啦嚟啦啊，轰到佢哋片甲不留噶啦啊，个坦克烂烂地喎，要即刻维修噶啦啊，又嚟啦啊，高达驾驶员啊 ，engineer 啊，喂大佬啊，喂，你个坦克唔射喂，我啊喺度啊，面干水湿喺度帮你修理大佬。喂，你个国家唔保护人民啊，黐线啊，真系啊，黐线啊，嗰个完全唔合作噶，我啊尽力噶，去好去处噶啦，哇，发生咩事啊？对面系战术灯，光手射仲死啊，击杀人数啊，复仇者啦、啊，你哋啊成日以为阿座啊，净系识咧，诶、哎、维修坦克啊，渣坦克啊，唔系啊。肉搏一樣咁難手難睇睇，見到條友噶啦，哇！木雞先啊，對面用戰術燈啊，要求彈藥。喂，有人抌菠蘿啊！哎呀，爬翻起身先啦啊，扭翻住個門口，係有個藥箱啊，想食噶啦啊，係個服埋嘅補血先。哇！攞火箭炮轟啊，我都攞翻碌。哎呀，俾人偷襲啊，陰公啊！惨啊！点解你睇唔到啊？冇啊嘛，而家睇到应该顺利啊嘛，啊啊冇事啊嘛，大家画面有冇问题啊？拎旗抢分啊嘛，系、啊、收到啊，啱啱啊杀完一个人啊，唞唞先啊嘛，谂住啊，你稳阵脚啊，再作恶打算啊。始终啊，大哥啊，最拿手嘅都系揸坦克啊，阴公啊，冇呢啲高达驾驶员冇坦克，哎，对面有个坦克啊，等我拆。徒手拆坦克就俾啊各位兄弟睇啊，啊单手游过啫咩？游东泳系嘛？你哋啊咩跨啊？佢高登仔嘅技能啊，我啊又嚟炸坦克先，徒手拆爆一架坦克啊！以前 Battlefield 二咧可以行埋去人哋嗰个坦克嗰度咧，即刻开佢个盖抌菠萝整死人，而家冇嗰啲支歌仔唱啊！哇！对面啊，那个窗口有人噶啦，啊，准备轰埋佢，中唔中啊？唔中啊！要求弹药喎，喂，冇晒喎，呢啲火箭炮。哇！咁都冇事啊，对面小队重生啊，啊，又记一功啊，啊。呢、這个咩 server 嚟唔知喎、啊，一阵睇睇先，走咗啦，一早系嘛咩，连枪都唔使用啊，哇，系你啊，战争咧真系啊，烽火连天噶啦啊，唔知有冇古代版嘅 Battlefield 啊，有冇谂过啊，可以整得过啊，弓箭手啊嗰啲啊，点、啊、样补给兵，古代化都有得谂喎，系嘛，大家攞啲武力咁样喺度话。戰士啊、刀斧手啊、長矛手啊等等等等係嘛，其實 OK 嘅。跟住有啲啊騎啊馬、戰車係嘛、後隻器等等等等都玩得過啊。其實啊，古代版嘅《戰地風雲》哇，呢、這個飛機啊，爭啲想示範打飛機啊，如何擊落飛機？搶旗啦，大哥過嚟啦啊！543210啊，協助啊，已攞到分數啦嘛啊！哇！契弟佢都冇啊，真系啊，踢走啊，想第二个旗先啊，而家啊，呢、這个旗此地不宜久留啊啊！哇，系咁有人射我背脊，见到啲子弹飞嚟，啲人咬一咬啊，我而家伏低先啊，
系第四位，哇！嗰、那个系咪接近你啊？系嘛？有冇经过？哇！接近你啊，真系系嘛？唔系自己有吓紧我啊！咁啊赢咗啦啊！你一队五二获胜啊，轻轻松松啊，又赢波啦，系嘛？企喺嗰度啊！有时啊呢啲一入嚟啊吓，已经啊唔系包尾已经系非常好嘅，始终啊玩得唔耐，系嘛？啊，已经系高分一个人噶啦啊，就犀利啦啊！特特胜利者分大，你睇下。啊！帮手抢旗系嘛？啊，路人搭喂，大佬我都有杀一个人啊，咩路人搭啊？啊，即系督敌人啊，当自己人系敌人啊！我讲过噶啦，而家啊呢、這个世代咧好多无间道啊，系嘛？阿炳哥便捷系嘛？咩都有啊 ，U C 系嘛？你啲真系啊，借佢两枪先啊，好啊，稳稳阵阵系嘛？战场上啊，一匹狼冇人信得过，最能够相信嘅只系你自己系嘛？见到人啦，啊唔需要介意啊，因为呢只 game 冇尖叫嘅，射咗佢先啊。见对方唔射你咧，系嘛？咁你又可以继续系嘛？呢个反应冇咁快，你仲要分析佢系咪敌人先射，你又慢咗噶啦，一定系咁啊！见人就射咗落去先系嘛？善用呢个游戏嘅系统系嘛？啊！次次行街射五炮火箭炮又弹你的啊队伍获胜啊有 T K 嘅咩啊未试过啊有 T K 系嗰个冇 server 冇 set 啊做 U C 去维修坦克啊维修坦克好啊好犀利啊啊换哦我可以有呢啲啊拆炸弹啊我而家吓维修机械人啊。專責維修小隊衝啊等埋啊哎有車坐正啊。呢個反裝甲反坦克裝甲車是吧哇跑得幾快喎呢架車不錯喎、啊、性能不錯但是啊喂大佬你咁樣揸車我好唔放心喎咁樣啊揸到啊頭文字 D 咁樣先我鏟落嚟大佬我咪癲啊你。哇犀利啊大哥啊冲埋去喂殺咗个人啊已经醒水啊见到个车就爆如果唔系嗰个司机疯狂驾驶呢应该可以殺更多个人傻啊真係啊督啊黐线啊直接铲落去真係直接去抢旗都有啊攞架车啊啊真係 short 咗啊咁样啊直接兜落去想一嘢咁样撞死人啊撞爆敌人基地啊同队友沟通一下先啊，跟我来啊！我系咪小队长啊？我有冇得发老司令啊？大家冲噶啦啊！呢、這个伏低，我呢个咩系咪有得跳降落伞啊？好似有啊嘛！一伞啊，攻陷多几个据点咧，如果成功咧。啊！有得打跳降落伞啊，好过瘾啊！呢个又哇，对面啊，哇，徒手打爆直升机啊！嗱，系咪爆啊？唔紧要，轰落去，真系徒手打爆直升机啊！睇睇啦，哎，大哥功劳啊，高登仔啊，哎，唔发火当你病猫，轻轻松松啊！呢啲梗啊，即系你见到大哥唔系咁兴奋咧，点解咧？就系好寻常嘅，激怒一下呢啲战斗机系嘛？好啊！即刻一嘢炸沉對方啊！呢啲啊，仲要唔係咧，有得lock住嗰啲啊，就咁啊，一攞起就射啊，轉身就射個三分波啊，唔需要啊 ，no look pass 啊，係咪啊？威番士咩威番士啊，成日都有呢啲啊！哦，撳電腦啊，攻擊點啊，已設置目標 A 啊，快啲啦啊！要點做啊？喂，撳咗電腦之後要點做啊？各位兄弟啊！啊炸弹嚟啊喂原来佢咁样啊炸爆个电啊哇有人啦、啊、有人啦、啊、有人啦、啊、哎呀换反白刀先。咁多人喂我啲队友点解死晒啊突然间。小队重生啊我喺度啊啊。
等啊，希望队友啊霸得住啊。发生咩事我都唔知道啊，唔识玩喎、啊、呢、這个模式系点啊？有冇人话我听啊？喂啊，炸爆个电脑要系嘛？佢话喂，讲讲先，喂呢、這个模式系点啊？徒手咩叫徒手啊？唔好用炮，用拳头，用刀系嘛？炸嗰啲 computer 要炸晒三部，即系去到嗰度揿揿个掣，佢就炸啊！炸晒三部咁啊赢，咁又可以霸嗰个据点系嘛？啊！电脑大爆炸，收到啦！一阵总之就系行埋去嗰、那个喂爆头啊！我加多十分啊，枪法如神，可惜啊！我都俾人爆头阴功啊！呢、這个胜之不武啦，大佬啊！我喺远啊，我喺度同人啊！啊！肉搏啊！你喺度啊！与人得利真系啊，冇啲呢个体育精神。我一出世啊，咁样啊，见到自己有死真系黐线啊！肯定有狙击手呢、這个时候咧，大哥会叫你即刻走啊！哇！又有人轰埋你啊！趴地好紧要啊，伏低你知唔知道啊？啊！战场上啊，伏低啊！你睇下。一唔伏低一隔出嚟呢好易中弹啊，尤其是上面有嗰啲飛機啊定咩嘩点炸乜乜鬼地方坦克炮嚟喎，睇嚟啊走啊呢啲啊契弟做得摩啊啊冲埋去，呢、這个队友唔知劲唔劲啦，跟住你啊似乎啊佢都六神无主喎啊攻击力得翻24嘅啫，啊大家啊悭住啲命啊，啊唔好乱咁死啊，啊哎真系，后面我个队友啲人唔帮手射咧，真系啊，大哥见到啲炮应该系你炸过去啊，唔系嘛，你又同我打对家，哎呀点解要骨肉相残啊？是吧，追住人就捞油啊，大佬我都不想啊。啊嗰、那个呢啲打仗一定要啊，啲士兵一定係成炸冲锋陷阵，一个人送呢就係、是、做炮灰啊，是吧，啱啱先。我对面啊嗰度有几个西扒啊，冲啊小队员啊，唔好企喺度啊，对面好多西扒啊，但一路跑啊。向着标杆直跑啊嘛，啊正经有讲啊，啊啊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咩？向着标杆直跑啊，死咗都唔知咩事喎、啊！我而家系啊，边条友系咁开啊？炸山系嘛？加嚟啊！人体蜈蚣。艾哥有冇 friend 一路倾啊？一路打小队战略抢旗好多啊，冇啊，阴公啊，冇朋友啊，等紧你哋上嚟帮手。喂，我系一出世就死喎，而家艾哥只炸咗架直升机啊，就俾人系咁啊，对面好多追击手啊，啊，我超憎呢啲追击手啊，唔怪之啊，以前你的队伍败北，真系队友啊，冇啦，冇办法配合啊，啊呢、啊這个。阿哥冇啊，呢、這个哇，第呢、這个第一名喎 ，MVP 喎，原来啊，玩咗一阵已经 MVP， 但系哥始终啊，高达驾驶员啊，如果有高达嘅话咧啊，一定啊冇问题啦，睇睇先啦，啊杀咗八个死七次，780分啊，啊啱唔啱啊？啊第一名啊，啊死啊杀六个啊，真系第一啊 ，MVP 嚟啊，大佬啊，啱唔啱啊？败北啊都唔关我事啊，系嘛？你要留意其他队友，系嘛？其他队友啊发挥啊，就呢、是、个魔鬼战将冇用噶，啱唔啱啊？张飞系嘛？张飞咁好抽系嘛？一个人可唔可以消灭魏国啊？唔得噶嘛，长板桥一个系嘛？吓一吓人啊！即刻烧嗰条桥啦，系嘛？我啊犀利啦啊！跟住一部直升机啊，对方嗰、那个吓、啊，我即啊，始终未能够啊。阿哥其实是新人类嚟嘅，可惜噶，冇高达啊，爆唔到蚀，你压啦啱啦，啊又冇嗰啲啊坦克配备系嘛，冇办法啦，唉、哎，回合准备开始倒数啦，唉、哎，重新啦，
同整旗鼓睇下可唔可以贏到啊？阿果都做到 MVP， 唔怪得輸啊！黐線，啊傻，七百幾分啊，都成隊第一啊！系啦，五四三二一零啦，啊，快啲啦，啊，打飛機啊，真系犀利啊，唔系咁易啊，啊，系啦，队友们快啲冲啊啦，啊，哇，佢咁大个书包，其实孭啲咩咧啊，我都想知啊，啊，美军啊，成日啦，啊，咩食物定咩啊，呢啲啊，电脑啊嘛，就系要冇俾人炸呢啲电脑啊，哇！好中意玩翻啲大 map 嗰啲啊，霸棋、抢棋好玩啲喎，好似啊，炸电脑啊冇啊，哇！睇你先啦啊，想戒我你真系未死过啊，故意引你啊，俾个屁股你啊，咁易上吊啊，啊，要死一齐死，我对面系咁用迫击炮啊，大佬啊，就炸到呢、這个，啊，睇都未睇到对方啊，真系有直升机嘛，快啲啊，快啲啊，相机啦啊！啊！大哥啊，今日啊做呢个直升机机师啊，啊新人类要表演嘅啦啊，大家睇住啦啊，有机枪喎，正喎，小队重生啊，光手射啊啊，唔需要跳机啊，呢个队小队员啊，放心啊，睇睇啦，哎要开始乱扫噶啦，前面有好多炮火射埋嚟啊，嗰度系咪有防空炮定乜鬼啊？话右边有人射喎，边度啊？睇下先啊，等我击落佢嗰防空炮。咁快爆喂，一下用咩啊？佢系用机枪射爆咯，我话喂，大佬唔合理喎，咁高都射得爆啦喂吓，做咩事啊？咩事啊？话机枪射得爆直升机，呢只 game 系咪咁多问题啊？黐线喎！咁鬼高射到大佬，我话大哥啱啱都攞火箭炮啊！大哥睇睇啦，而家表演跳降落伞。不如等你战区，喂，睇睇先啊！呢、這个 map 其实几好玩啊！我之前成日喺度玩跳降落伞，好识啊！啊，啱啱啊，咁傻仔啊，认错路啊，啊，唔喺呢边嘅啊！我只是想俾大家睇睇跳降落傘嘅喎，呢隻 game 做得幾好，好似玩賓之爭咁啦啊！大哥知道，當然知道嗰、那個啊，唔係嗰個啊，對方嗰、那個啊，我哋要防守噶嘛，係嘛啊？梗係知噶啦啊 ！A B 據點啊，要守翻住啊！睇睇山上面咧，好多人啊，點解攞迫擊炮？我仲未解鎖啊嘛，我都想係咁炸個山啊！哇！有個火箭炮飛埋嚟喎，喂，有個人嚟緊啦，後面點會有人呢？我出世點應該冇人喎，真係搞乜啊？呢、這個缺乏坦克啊，我發揮唔到呢個作用啊！坦克戰隊揾翻阿追擊手轉轉服裝啊，睇下改改運啊！呢只 game 最紧要 cam 我话咧啊，要有耐性啊，唔能够乱冲。啱啱我啊，有时一时冇失，再夹出嚟啊，我啊杀你噶啦啊！啊，要细声啲啊！我而家都不能太大声讲嘢。哇！我死系咩迫击炮喎、啊？系嘛？定咩啊？大佬，我系点死啊？认真，我呢次真系睇唔到啊！啊！set 咗阿威，唔知道我玩緊咩 server， 喺一陣出翻嚟撳啊，好啊，聽咩嘢都嚟死啊！我落翻去啲睇睇先啊，係野外唔啱我，打室內戰嘅，一係就打坦克啊，呢啲我啊唔係幾啱我打呢、這個場戰場，不利我啊，一夾出嚟死啊，真係！我队友呢，我队友唔係喺隔篱嘅咩，死埋啦嘛。
跟翻我識玩嘅先啊，做大佬啊！哇，佢點嚟呢度？做咩喺懸崖峭壁嘅喂？佢呢個咩地方？哇，好鬼恐怖啊！點嚟啊？對面我跟著幾多傻佬啊，大佬！我出世點呢度喂？喊出嚟喂！一行出去就當我逃兵要打靶啊！跳唔跳得翻上去啊？喂！总之唔跟嗰条友复活啦，话大佬啊，真系芝麻筋，好人好姐走落嚟呢啲地方搞乜鬼啊？真系，唉死咗佢算啦，唉，啊俾大家跳楼啦，唉，真系生不逢时啊，真系只能慨叹一声啊！嗰条友唔知做咩事，真系黐线啊！一出世，喺个山度出乜鬼？我啱啱睇啊，唔知啊，因为嗰个复活嗰阵时咁呢啲黑白咧，以为啊，哎有直升机啊，坐直升机啊，哎真系认认真真玩啊，啊又越过高山，又越过谷，哇正！最中意系坐直升机呢啲，有基础啦，并且好玩啊！有埋熱有蛋喎，呢部直升機正喎啊！換咗角度俾大家睇睇先啊！一陣唔係你哋睇唔到我啲技術啊！啊，我講過啦，達哥講過咧，我係揸嗰啲噴射機比較多，呢啲啊比較少嘅，即係呢啲阿帕奇直升機啊！哇！咩事啊？喂，有敵人啦，發現啦，大哥喺度射噶啦，你唔使指意，我個直升機點樣停留啊？不過又有人跳傘喎，好多人跳傘喎。啊，大哥都唔係嘢少噶啦，唔好以為直升機好易操控係嘛？啊！有低飛啊，好困難啊！換換角度啊，咪易射啲啊，睇先啊！外人喺樓上係咁笑，係咁笑啊！直升機喎、啊，喂呢、這個我温按温喎，而家呢個人要求同我單挑，睇下邊個贏啊！啊让你我啊，借人先，哇，阴功啊对面，挂住睇欣赏嗰个对方点样俾人爆嗰、那个啊，啱啱啊挂住啊，对面啊都跳机啊，你见唔到咩吓？冇、啲，你唔好以为净系阿达哥两败俱伤啊，啱啱啊，两个人啊。喂，一跳落嚟已經死了，而家好似打烏蠅咁樣喎嚇，等人跳散先。佢正常應該俾個射爆嗰個降落傘應該係係咪應該有問題喎？咁都唔中。喂，射咗十几廿枪啊，老友，你只 game 唔系几合理喎。E A 啲 game 成日都有 bug 事，大家都知嘅。啊，啱啱啊，射中射咗几万枪啊，黐线啊！啲机系嘛，所以有啲啊唔中啊，梗有啊呢啲场面啊，唔需要同大家啊，唔需要怀疑大哥嗰个技术，炸炸爆爆爆！击杀敌人，你睇下嗱，临死啊，阻止啊，卷土重来系嘛？死之前啊，有翻呢啲肉搏战咧，大哥唔会失望啊！令大家入嚟啦，入嚟啦，新人类直升机，哎，啊，再同佢单挑过啊，用翻呢个角度射可能好啲一阵，同人单挑，哇、哦！我上去上面扫仲过瘾啦，系嘛？即系去。人哋跳傘之前就擊殺對方，
你唔好再揸直升機啊，黐線啊！我嘅技術啊，你哋都未睇清楚啊，梗係要啊 show 多次俾你睇啊，係嘛？鎖定咩？我咩就係放炮彈啊！我邊度射？我想知我飛到咁高，發生咩事啊？火箭炮定咩啊？咁高佢都射到，都唔奇怪。Gary 對面係嗰個啊，哇！Ryan Geezer 呢個是不是我們的都是鎖定的又會大聲一點是會有些臨場感啊，好啊，我們玩完這個轉轉 map 先，這個遊戲不是很理我啊，發揮不到正常實力啊，隧道哇，昨天打這個隧道啊，我很厲害的啊，用咗坦克咧，幾個坦克咧就啊阻止一隻人啊進攻噶啦嚇，小隊重生啊，有分數噶嚇。火箭炮。要揾啲人抌啲彈藥嚟先，你哋上去冇用嘅啊！啊，小心使得萬年船係嘛？啊，唔需要下下急住衝嘅，睇下先。即係有子彈我正喎。作為一個士兵，我真的不知道又啊又你呢個完全誒唔明嘅戰場上嗰個運作啊！你睇耐啲，你就知道點解我呢啲動作咧係有必要嚇，係嘛？那個唔係士兵嘅高達駕駛員啊，阿寶揸支槍上去都死啦，係咪啊？你要有人哋資源錯配咧，好大問題，射死你！啊！協助啊，又有啦，又有分數啦啊！協助擊殺，殺咗人啊！唉，擊殺敵人，爆頭啊！又嚟啦！一殺一係唔殺咧，一殺咧就殺十幾廿萬個。哇！好重火力喎，係咁啊，事。喂，射人就話人 cam， 大佬我俾人 cam 咗十幾廿次啊！啱啱啲追擊手係嘛？追擊手就話人 cam 係嘛？唔得咁啊！你哋係嘛？啊！我而家殺到人啊！你哋啊冇得咁樣亂話一次唔殺人，你哋話我啊逃兵啊！而家殺人啫係嘛？有第二個版本唔得咁樣嘅啊！好啦，盡呢個國家責任，保家衛國啊！有時啊珍惜生命啊，係嘛？梗有噶啦。哇！坦克啊，大佬啊，唉，真系想到啊，機械人啊，後面啊睇唔到啊，喺戰場上啊 ，TK 啊，啊，繼續揸直升機啊，試啊，再接再厲，今次真係要俾你見識實力噶啦啊，試試先，摸熟啲嘅操作先。神風突擊隊
可以捐隧道啊嘛，喺度直升機啊，意思俾你睇啊！火車捐山窿嘅故事，成功捐入去啦啊！民建聯成功爭取啊，直升機捐入隧道啊！啊！呢、這個冇理由我唔得嘅。我俾人炸緊喎，直升機定咩？停一停先，平靜佢啊！喺度移動炮台咁樣射都 OK 嘅嘛 ？OK 啊！哇！好鬼難炸真係，嗰條友尋日點樣可以啊入到去啊？咁樣掃下算啦，拖手個對面係咁難掃，我俾翻個位俾你先。45% 啊，我都要留意啊啊！直升機嗰度。点解爆啊，大佬啊！心谂队友呢条系咪傻黐线啊？到自己入去俾人害死，大佬我都唔知道你咪几应该出其不意啊！作战啊，装下孙子兵法有云啊，一定要啊出其制胜系嘛？你用嗰个直升机咁样咧，估人哋估你唔到啊！你嗰、那个。咁樣啊，喺度做嗰個炮台，嗰只要塞啊，最後一局啊，玩埋玩到最後一局啊，嚟多次啊，唉、哎，真係呢、這個咩唔係幾老禮啊，成日我轉一轉咩先，轉一轉 server 先，嗱、啊、嗰、那個模式啊，唔太夾我啊，你喺旁邊照到射唔到直升機，你喺對面啊，嚇係嘛？咁樣。有冇中彈啊？我直升機，直升機啲炮彈都冇飛彈啊，加埋應該就 OK 嘅喺嗰度啊，移動炮台啊，好似要塞咁樣啊嘛，係嘛？既然大家唔明白，我想解釋點解大哥好似睇落去就先講 TK， 其實 TK 咧對隊友一種提示，你好地地絕對唔會 TK， 當隊友行去一啲危險嘅位置咧啊。咁一招人啊，就要啊要明啦啊，大哥咧就系要令到佢明白啊，自己身处危处啊，知难而退啊，再乱讲乱射问题，其实乱射其实想俾敌人一警告啊，而且用到子弹好少，万一大哥死咗啊，敌人都冇得执到把枪，容易妨害自己又安全。最后揸直升机嘅问题，揸直升机虽然好后浮夸，但正正因为呢种敌人咧。引啊，令到地面咧部队成功推进啊 ！F16 我谂唔使飞，入咗去出唔翻嚟。喂，再 lock in 过先啊 ！Origin 啊，废废地啊，放心。呢個 server 傻傻地嘅等等啊，大家放心啊，啊，成日叻叻地嘅，啊唔知咩，打埋金局啊，收台啊，得啦，唔好讓錯啦，要出真功夫，梗係梗噶啦，啊放心啊，啊今場俾大家啱啱啊激落一架啊，呢啲戰鬥機呢啲都係甜頭嚟噶，小意思啊，一陣咧啊，坦克啊嗰啲啊有機會咧去翻佢個熟啲嘅 map 啦。啊！揸坦克咧，你又見到啊，大哥啊，最拿手啊，做咗機械工程師啊，啊治療坦克傷勢啊，及啊呢、這個用坦克炮炸人啊，
杀人唔少啊！嗰日啊，同阿沙即兴啊，啊两个啊打人几十个啊，冇问题系嘛？啊，冇样菜好冇问题，只知买只 Alan Wake 玩玩啊，睇睇我睇睇系咩 game 啊？星期日可唔可以开台俾我唞唞啦？系嘛？星期一至五都喺度打游戏系嘛 ？C 四啊 ，Sun Away 啊，等等啊，我都要 log in 翻嗰、那个。哦 ，Origin 啊，傻傻地，嗰、那個 EA server 係咁壞壞壞地啊，成日俾我連唔到啊，等等啊，我而家再搞緊啊 ，EA game 啊，啊，Origin 啊，成日自己識啊，唔知咩事，發生錯誤。點解 Origin 呢個 system 咁低能？我都唔明點解要話攞嗰個瀏覽器嚟玩遊戲啊！啊，大家點樣啊？大家你覺得 Origin 呢個系統點啊？啊，有玩 Battlefield 嘅人兄啊，啊，大家點睇？因為 EA 硬膠，大哥點解你可以咁講嘢啊？冇計啊！我真人啊多嘢講啊嘛嚇。啊，就咁啊，哇，轻毁咗啊！而家佢唔俾我入啊，系咪啊？惊我呢个魔鬼战将太劲啊，唔俾我入去打仗喎、啊！而家拒绝我去战场喎、啊，啊啊 ，E A Steam 唔用啊，系自己出啊，大佬佢以为自己有钱啊，但系有钱应该理应啊，出翻啲好货俾人玩啦、啊，啱唔啱啊？啊！正家牛龜啊！直升機啊，塞咗喺門口啊 ，C 四都撳唔到出嚟啊！喂，我而家就入唔到 game 啊，大佬啊！我試多次先，連到先嚇啊！我重新啟動啊，大家啊，睇睇。喂，我有問題啊！我而家嚇，我個同步儲雲端，同步雲端儲存空間時發生錯誤啊！哇，我唔知發生咩事啊！我整整先。